一个男人在马鞍山行山期间失足跌落水潭，受伤送院。男事主的腰部和脚部受伤，获救之后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去东区医院抢救。事发在下午2点几，男事主在马鞍山郊野公园一带行山，去到马大石间英雄瀑的时候失足跌落水潭，其他行山人士发现报警并将他救回，救援人员到场将事主送院。